戴是其实认识超久，你干嘛用这个眼神看着我？哎，我们认识多久？十八岁的时候认识你嘛，认识十几年。我是十八岁吗？十八。你如果那个时候不是十八，就糟糕了。你犯罪。我们没有。你爆料干嘛？大家好，我是独立游戏开发者，我叫 Cam， AKA 肯爵爷， AKA 要动作。独立游戏跟一般电玩游戏到底差别会在哪里？我觉得独立游戏它的特色就是创作上面的自由度很高。其实你知道《死亡搁浅》是独立游戏吗？他没有拿人家的钱吗？他全部都是自己出的，他不用受到其他人来干涉，说你游戏应该要怎么做。如果你是要谈钱，他会变得有点模糊。对，像我爸爸妈妈赞助我，那这样算是？当然就不算，你爸你妈一定会干涉你怎么做游戏，一定会。做独立游戏是有办法赚到大钱的吗？一个东西，你喜不喜欢它，跟你会不会掏钱是两回事。好像也是，好残酷啊！看老师要哭了，哭起来。刚刚有讲到这个 early access， 好像看起来还没做完，希望大家可以先来去做一个。不用客气啦， early access 就是没做完。其实大家对于 EA 的游戏容忍度超级高哦，对，这是第一。哎，真的耶！你在评分的时候，你会预期这个部分到时候发售的时候，它一定会修好。像是用这个 EA 的方式先行售出，跟后续补 DLC， 这差别到底在哪里 ？EA 就是你游戏摆明了说我没做完，之后可能做完了会涨价啊，你要买不买随你便。DLC 是我东西做完了，然后你买了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没做完。开发的资金是越来越多，可是你游戏还是卖那个钱，怎么办？他们只好用 DLC 去洗那些还愿意为这款游戏付出的另外一个回血的方式啊。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莱森不是很常出小黄油系列？有这种事？有啦，有啦。那些小黄油应该也算是一天之下所有游戏都有一个小黄油，每次都打一打打一打输了。想问一个，就以台湾的市场来讲，做怎么样类型的独立游戏是比较容易成功的？小黄油不算，就那我没话讲。你怎么这样还这么过分呢？因为你在好玩跟实用的两个东西，你想问男生真的会因为小黄油这样子啊？我跟你讲，有的时候一个排餐来，那个小黄油它不一定是那块牛排，它可能是那一道沙拉，它是那个开胃用。可是有一些小黄油，就是你有急用，现在就要马上吃饱马上睡觉，需要也是有那一种。最近有没有机器人的小黄油就做的不错？机器人怎么做小黄油啊？你太小看男生了吧？机器人才有那个。好，我回去搜寻一下。好吧。涉猎真的也不多了。涉猎也不多。接下来跟大家公算一下。对的。爸爸赞助给我们的，那他有电影等级的978 DCA-P3 广色域，还有最重要射击游戏非常需要的270赫兹超高画面更新率，跟就看你是要回去打运动还是看电影都极爽。不更新率这种东西就是你用过之后就回不去，真的你没有用过之前你看不出来。真的，如果你有在玩射击游戏，就是你那个更新率如果跟上去，你的伤害也直接上去。没错，就是真的差非常多。这是肯定的。我就是要来玩这个动物之斗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Ken 带来的非常好玩的格斗类型独立游戏。我选黄色，我都黄色，我怕观众不认识我。好，胜利者会得到我们的游戏。还有，你说我们四个人吗？得到新一区域的房子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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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为什么不要？闹！哦，还想骗人啦？我要，你不要弄我啦！下去！我要，我要爆炸都爆不出来。先插小梅。闹！你怎样是很糟糕的事情吗？等一下，那你们可以让我一场吗？我一个灯都没有。你不用，不是，放错哎，嘿嘿，哎，不要，我有，我有，刚刚结成精吗？连断呢，还想赢呢？怎么样？我要换脚。哎，我大招都还没用出来，不要，可能不够紫吧。哦哟，有这个面部羊角角，很可爱。我要射啦！不要，你这个等一下，等一下啦，再让我指一个东西啦。No！ 哎呀哎呀哎呀，去哪了 ？Yes！ 我终于走胜，我终于走胜了。